吃饭了。当老婆天天欺负我，我反击回去时，为了达到目的，我也是拼了。媳妇，我要亲亲。哎呀，我的嘴都坏了，还亲亲呀？老婆，我要亲亲。亲啥亲呢？有啥可亲的呀？快点吃饭得了。你别笑。你看，不亲你还委屈上了。哎呀，以后不凶你了，老公。这点要求还不能满足你吗？你先吃口面，吃完了再亲。来，吃口辣椒，就是好吃。快吃吧，吃完亲亲。全咽进去了，这也太酸爽了。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是不是吃完面条就能亲亲了？行，那你等我，我准备一下点什么。好。趁你走，先把面条都吃了。这个酱实在是太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再来点婆婆丁。哎呀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行，这是嘛呀？我得快点吃，要不一会儿回来了。还没好啊，马上来了。这次说啥都要成功，我就不信了。啊，那我刷牙的呀。啊，懵了吧。